它就是一个套装，而且是这种压折套装。那粉红色我觉得非常大推买，黑色又显瘦，又是一个难抉择的颜色哦，非常非常的有气质。而且呢，它下面搭的是这种宽裤，非常非常的舒服，而且它不会透。那上衣其实就是一件细肩带背心啊，如果你自己想要搭一些牛仔短裤啊、长裤啊，通通都 OK。然后它就是 one piece 的，简单快速的出门哦。然后这件呢，人人都可以驾驭，你们不用担心大小的问题。它本身就是宽宽松松的，然后呢，刚刚我有讲了，裤子你可以自己拿去运用，因为今年很流行宽裤，所以你可以搭你自己的上衣、小背心啊，都可以做一个标准宽裤的长度。而且呢，它是雪纺料的，所以呢，这块料子穿起来非常非常的冰冰的又凉凉的哦。这件呢穿起来其实蛮修身的，就是整体上是蛮修身的，雪纺料子是没有任何的弹性，它的胸围做的还算蛮算宽松的。黑色的部分呢，有没有看起来超显瘦？然后呢，不用担心，因为它是整件打折的，所以有些人会担心说，哎，打折是不够明显？不会的，打折非常的明显哦。这个黑色啊，我觉得就很难选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搭这个凉鞋多好看。好，黑色就是显瘦，然后一样哦，都是松紧的，全弹的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非常非常的凉爽。